Thank you.
弄直就好了，弄直就会走了。对，朝前就好了。等宝宝，宝宝在等你，你就快点下去。大家都在等你啊。
宝宝就像你那个前面走，然后丢散分散，你前后到晚一直都这样前进的话，你一直都去卡住啊，然后一直卡住就一直在弄衣服。今天任何地方都是这种雪，因为下雪，任何路都是这样子。你不用再用衣服了，你想办法不要一直跌倒，这个比较重要。不要再用衣服了。往前看，往前台阶，往前，丢伞，往前，丢伞。练习这个比较重要，不要一直这样往前刹车，这样就会一直跌倒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一直这样练习落叶操就好了，不要这样前进，这样前进就会一直跌倒啊。练习落叶飘往前，然后丢伞，往前丢伞。然后前面是平路，你速度太慢的话就会卡住。那样子不要怕，不要这样怕，你想办法丢伞，就慢慢慢慢就会减速了。不要再用衣服了，用了也不会有比较好。你跌倒一次又会一次，你没有实现那么多。没有，完全没有用啊。